而家嘅年代咧，我相信已經唔係再係單打獨鬥嘅年代，而係一直以基督事主合一嘅年代。經過社會嘅運動、疫情 ，oneness 就更加顯有意義。oneness 就係一位神基督，一個信息救恩，一個群體教會。我哋係不分宗派、不分堂會、不分大小，而彼此合一嘅服侍。因为我们是服侍同一位三一的上帝，在这个急速万变的年代，我们更加要去多元而合一，单单仰望我们的上帝，彼此的合作，见证基督，荣耀神。我鼓励大家一起参与 Oneness Conference， 10月7日见。